原來喺呢度，唔該曬。下次見到我，唔好喂啦，叫我欣欣啦。我叫李志樂啊，志氣嘅志，志樂嘅樂。 拜拜。
我爸每次飲完酒就發癲，你唔飲酒嘅嗬？我唔飲得酒噶。千祈唔好飲。你同你媽咪兩個人住啊？係啊，佢上個月過咗身。佢好錫你噶，佢話呢個世界上冇人會好似佢咁錫我。你係咪好受學生歡迎㗎？肯定大把女學生暗戀你。小學生嚟㗎咋？你有冇女朋友㗎？冇啊，以前都冇㗎。你咁好，點會冇女朋友啊？一定要講噶，咁你選擇得同人哋一齊，最屘要隱瞞咧，咁樣對人哋唔係好公平噶嘛。咁有一晚我話同佢講啦，我其實有過思覺失調噶，不過好翻噶啦，咁跟住佢話我好傻，點解咁遲先同佢講？但係後來咧，佢啊開始疏遠我啦，後屘直情唔聽我電話添，即係其實我哋啲人。根本冇資格拍拖嘅。我哋傾緊結婚啊！終於講咗啦！我唔會講噶。如果有一日我真係病發，佢唔要我，咪唔要我咯。阿玲，我老公要同我离婚。唔使急，再听慢慢讲。佢话全世界都见到个老婆除晒衫，点见人？你只鬼逼我噶咋？我要杀咗我阿妈，唔关你事噶，你管唔了得我哋噶。
做咩咁惊啊？系咪有嘢瞒住我？冇啊。我今晚再打俾你啊。嗯，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攞翻去先。唔关佢事噶，几点钟啊？从冤巴闭，从死人咩？你唔使瞓觉啊？阿乐，唔系，你开门啦，我同你爸爸解释清楚好唔好啊？走啦你，你唔好再嘈啊！你俾次机会我哋，走啊！我哋系真心嘅，再系嘛？好翻咯，你走啊！哎呀，好嘅，好嘅。黐線佬，見你一鑊打你一鑊，你再嚟啊！我打爆你個仆街！你唔好俾我再見到你啊！合家產嚟噶，
我咩都知道曬啦。无论你有没有病，我都爱你。都食下啦。
開始咗啦。哦。哇！喺研究對象啊，咁係咪即係我哋要跟入實驗室㗎？我之前都聽阿玲提過啊，我都好想參加。多謝大家俾機會我介紹呢個計劃。為了更加深入咁了解大家的狀況，所有願意參加呢次研究的朋友都可以免費接受輔導，而我會將部分的輔導內容作為我的研究資料。好，一人攞份先，唔該。有人在外面說話，是啊，大學研究生，他說找我們做論文研究隊長，靚女來的。大家可以絕對放心，所有願意參加這次研究的朋友，個人資料是會受到保護，包括姓名、年齡，而當這份論文出來的時候，你們的身份都是不會有人知道的。虽然这个是一个研究，但我都很希望可以透过辅导，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面对你们所遇到的困难。如果你们愿意参与，可以跟我，不是，可以跟阿 Jo 报名。出嚟傾兩句，大家可以再慢慢睇下先。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隨時問我。你係咪有啲咩唔妥，唔肯同我講喎？我之前是不是見過你的？你那天是不是有份一起幫阿玲？你跟我一起廣州拍片的人？你沒事嘛？要不要跟你上回去？不用了。情愛妄想 erotomania 是 schizophrenia 裡面的其中一種症狀，患者會跟幻想出來的人談戀愛，或者覺得被某人暗戀，戀愛對象有時候會是名人、明星、上司。曾經有一個案例，在同一間醫院有兩個女病人同時都說自己是劉德華老婆，兩個劉太天天都在病房鬧交。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藥物治療，我想重新引用榮格的觀點，幻覺其實同夢一樣，都有它背後的心理因素。透過輔導個案，我想了解患者的妄想、幻覺和他戀愛以至性經驗的關係。缺乏愛會不會才是更重要的病源？
你咪搞咗個 conference， 就爭啱篇文嘅。呢個題目啱你啦。我又唔係佢論文導師，睇下老廢爺點睇先啦。揾到 case 未？我之前喺街幫嗰個分裂症女病人，佢去開小組間 center， 已經應承咗肯轉介佢哋嘅康復者俾我。你仲未明我問乜？你平時轉數都唔係咁慢嘅。我諗兜兜風嘅意思係，你揾到一個符合你論文題目，即係有情愛妄想症嘅 case 未？未。不過我已經開始。我做咗 CP 三十幾年啦。我見過的精神病人都過千 ，erotomania 每年都未必會遇到一個。出年就要交論文啦，你幾時先可以找到 case 咧？呢個題目我不會批，你找到 case 先再算。對唔住啊，我頭先遲咗。我幫你問下我 CP 嗰啲朋友，睇下有冇啱嘅 case。Thank you。我尋晚又瞓唔著。你唔係話我哋第時一齊開 center 嘅咩？俾翻條鎖匙我，好冇？兩個月啫喎，就咁就完啦？總之感覺冇咗就冇咗啦，俾翻我。究竟呢條鎖匙，你俾過幾多男人啊？我是不是應該轉題目啊？等多陣先再決定啦，唔使咁心急嘅。我問咗 CP 嗰啲朋友噶啦，佢哋覆咗就知道得唔得噶。唉，我個 project 個 RA 突然間又話唔做，嗰啲 data 搞到亂曬咯。我會唔會幫到手啊？啊？你冇做開 quant 嘢嘅喎，你邊度識做啊？我有 take a course 應該 OK 嘅。等我諗下先啦，一陣再傾啦，啊？Simon， 你冇事啊嘛 ？Sorry， 我个头有啲晕，你翻去先啦，我 call 的士翻去得噶啦。定系我车你翻去？星期再見。嗯，唔該曬葉小姐，我先走啦，拜拜。嗯，阿樂，拜拜。拜拜。如果依家先話想參加研究咧，仲得唔得噶？我好似見到自己係一隻羊，係咁俾人追，好驚。咁追你嗰個係邊個？一個細路女。但是我覺得他是另一個人來的。很親密的人？例如女朋友？算是吧。在夢裡面被某個人追，通常是代表我們很害怕那件事，但是在現實又壓抑了。講下你同佢關係係點？
負到就好似踢波咁，就算個教練點樣教都好，都要個足球員親自落場踢先得。其實個女仔唔係真係存在嘅，佢係我病發嘅時候見到，我中意咗佢，以為同佢拍拖拍咗兩個月，你係咪覺得我好黐線？唔會，一啲都唔會。我只係想象緊你為咗呢件事係幾咁困擾。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一樣噶，對愛情梗係有幻想，只不過我哋有啲人比另一啲人更加敏感、更加強烈。不過既然呢樣嘢咁困擾你，我哋就由依度開始傾。我知夠鐘。我之後冇人要見，你想傾多陣都 OK。唔緊要，咁。下星期再繼續。有份功課我想你回去做的，將你和幻覺拍拖的經過和感受寫下，越仔細越好。嗯，我試一下。佢媽媽去年過咗身，有冇同你傾過佢同媽媽嘅關係？嗯，佢有講過佢媽媽好錫佢，仲話呢個世界上冇人可以佢咁愛自己。咁重要嘅問題，點解你冇寫落報告嗰度啊？可能就係因為呢句嘢，就令佢覺得除咗媽媽之外，冇人愛自己，就可以解釋佢點解喺現實生活裏邊唔敢去愛。要同一個幻覺拍拖。Sorry， 我真係冇咁諗過。我覺得李志樂嘅問題同你有啲似。你記唔記得你同我提過，你細個嘅時候，你媽媽打你，同你講過啲乜嘢？連你阿媽都唔要你，呢個世界冇人會要你噶啦。我同你分析過。呢句话对你影响好大，令你觉得自己唔可爱。你要记住啊，唔好将你同妈妈嘅关系影响咗你嘅研究。Dr. 峰，哎 ，Dr. Chan， 好耐冇见啦。系啊，哎，做咩上一次学会嘅 annual dinner 我唔见你嘅？我间辅导中心就开，呢排忙到飞起啊。叶林 ，Dr. Chan。我的學生葉林，你好，你好，我以為是你的女兒，我當她是的了，我的中心開幕那天，你們兩個一起到，好啊好啊，好，我約了人，陣間出來跟你再傾過 ，OK OK， see you， 拜拜。Dr. Chan 的輔導中心啊，會請很多人啊，他還叫我介紹啲好的學生俾佢，寫好呢篇文。畢咗業先算，知道。嗯，你就啱啱新入行，咗學幾耐？阿樂，做乜唔復我 message 㗎？我唔係好知點復啊。唔中意咪中意，唔中意咪唔中意咯。你好好啊，只是我未 ready 啫。Sorry， you
點解唔試下寫多少少啊？寫唔到。記翻起件事，令你覺得唔開心？其實我依家食緊藥噶啦，幻覺都冇再出現，係咪可以唔使再理咧？食藥當然可以消除幻覺，但係背後嘅問題唔係單憑食藥可以解決到，就好似發夢咁，雖然係假嘅。但所反映的欲望和恐惧都是真的。你不想面对，可能那些东西正正影响着你。我经常都跟人分享辅导怎样帮到我。我小的时候，妈咪经常都打我。我一有啲咩唔聽話，佢就除曬我啲衫，罰我出門口企，俾隔離鄰舍當係動物咁睇。本身我都唔想提，甚至唔記得咗。到我讀咗心理學，個教授同我做輔導，我先至發現，原來我一直都好嬲我媽咪。呢條係佢俾我嘅手繩。我之前一直都收埋咗，到我完咗辅导，我原谅咗我妈咪，我先至够胆带翻起佢。原来伤口留低嘅疤痕，掂到都唔痛，先系真正嘅好法。不如休息一阵。佢叫欣欣，住喺我楼上。欣欣系点样噶？佢好清纯噶，好白，好靓，长头发嘅。好中意蛇仔一条马尾。咁你除咗见到佢，会唔会同佢有交流？嗯，其实我从来都冇怀疑过佢系假噶，即系我同佢就好似而家我同你，即系同其他人一样会倾偈啊、相处啊咁样啊。甚至你会掂到佢、摸到佢。嗯，总之就是跟真人没分别。那再亲密一点呢？例如接吻。是不是觉得尴尬？如果不舒服，我们可以转一个话题。我跟他有锡过，就是这么多。你有没有想过对他再进一步？有但系我同佢冇做过嘅，即系只系我自己自慰。其实系咪一定要倾呢啲嘢噶？性系好正常嘅事，你有我都会有。不过如果你觉得唔舒服，我哋就倾到呢度。不如我寫翻俾你。好啊。
拜。拜拜。多德峰昨晚吃饭系咁讲你个论文，我都话佢实中意嘅。不知佢正式做咗 CP， 有佢睇实你，以后实大把机会。你个 project 啲 data 我差唔多搞掂晒啦，要睇下第一期啲量可以出得俾我。咁快手？我最紧 department 嗰边噶啦。因為我自己出住俾你先。喂，爸爸喺學校見緊學生啊，媽咪又未翻啊，唔搞錯，爸爸盡快翻嚟啊！喂，樂啊！做啊！你約咗葉小姐做輔導嘅喎，仲唔嚟嘅你？哦，因為你等等，我俾葉小姐同你傾兩句。等等，阿樂，喂，收線。唔好意思啊，樂，我諗到佢今次咁唔交代添。哦，一陣我再揾佢，睇下可唔可以幫到你。我好挂住你，做咩啊你？你唔系欣欣，你系叶兰。Sorry 啊 ，sorry。阿乐，你肯翻嚟辅导啊？唔系，我翻嚟揾阿祖倾嘢。哦，如果你觉得对住我唔自然，唔使勉强。对唔住啊，我希望冇影响到你个研究。少少啦，始终你先最符合我论文题目。唔緊要，最多咪轉 topic， 遲一年畢業啫。唔知仲有冇機會再見咧？嗬，拜拜。拜拜。
如果我回去做辅导，你赞不赞成？你中意咗叶立，系咪啊？我净系想帮佢做埋份论文，冇其他意思噶。你对住我都咁唔坦白，呢个世界仲有边个够我明白你啊？份功課做翻。你第一次見到欣欣係幾時啊？應該係見到你之後嘅第二日。咁睇嚟，我哋嘅相遇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不如你講下我呢個人，佢有啲咩咁吸引到你？不如你合埋眼，谂翻嗰日喺街上面嗰个陌生人，你有咩感觉？嗰马玲好无助，系得呢个人肯冲出嚟揽实佢。喺嗰刻，我覺得佢好似天使。當全世界都喺度笑緊、驚緊、奚落緊阿玲嘅時候，係得佢肯衝出嚟保護阿玲，就好似保護緊我一樣。我有病嘅，從來都唔敢諗愛情，直至遇到佢。好好，可以诚实面对自己感觉，唔系容易。你唔好误会啊，我讲紧嘅系欣欣。我梗系知啦，我其实都冇你讲得咁好，我帮阿玲可能都系出自本能。之前都好对唔住，咁你终于知道点解我咁唔想讲欣欣嘅事啦。我决定详细写翻同欣欣嘅经历，希望对你篇论文有帮助。同欣欣一起是我人生最快乐嘅时间。以前嗰种孤独，好似完全冇咗咁。同出边嘅人相处，成日都要戴住面具，但对住欣欣，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咁样做翻真正嘅自己。我哋有无穷无尽嘅话题，因为我哋永远都系咁了解大家。你又系行呢边啊？嗯，系啊。
哦，唔紧要。我再约你。OK。你住呢度？其实我上次嚟揾你已经发觉，我屋企应该望到你屋企。唔信，可以上嚟望下噶。我冇执屋，可能好乱，你唔好介意。我是葉蘭，我是真的。我都是走先。你最喜意隱隱啲乜嘢啊？真咯，佢永遠都唔會呃我。
不如我落咗堂之後有兩個鐘頭得閒，睇下你得唔得？不如你唔好再上嚟啦。唔上嚟？去邊啊？你屋企最安全咯。我嘅意思係，我哋唔好再繼續。你拍翻拖咩？唔係，只不過我唔想再繼續依種關係。OK， 冇問題啊。咁我嗰個 research project， 我揾第啲學生做埋佢。我想你都不想尷尬的。你覺得我個人怎樣？沒彭于晏那麼帥仔那麼大隻，不過都接受到的。咁有冇啲咩你知道咗，你係會接受唔到嘅？你結咗婚？唔係，梗唔係啦。就算你係癲係傻，我都愛你。早晨。早晨。今次是一次模擬輔導，和平時有少少不同。輔導房的另一邊會有我的導師和幾位同學進行觀察，主要目的是用作評估，改善輔導技巧。這個星期過程怎樣？挺好啊。還有沒有失眠？少了。那挺好啊。有冇谂过系咩原因发生咩事？唔想讲。我都明白，今日个 setting 令你有啲唔惯。如果唔得，我哋可以停嘅。唔使啊，我 OK 噶。我喜歡了一個女仔，愛情是會帶來正能量，那你覺得怎樣？但我跟她應該沒可能。為什麼？我不配。咁個夢有冇咩唔同？有冇谂过，除咗只黑羊，个男仔都系你自己？你意思就系话，黑羊系现实嘅我，而嗰个男仔系
活在幻覺的我。欣欣帶給你的不單止是恐懼，還有快樂。但你知道活在幻覺的你才可以跟欣欣一起。於是個男仔將黑羊埋葬了。那即是說活在幻覺的我想將現實的我埋葬，令他永遠都走不出來。你自己覺得呢？墳場可以象徵你媽媽，你覺得沒有人比她更加愛你，你不捨得她，但墳場也都可以象徵永恆。婚禮在墳場發生，是你對愛情的期望，可以終老。一個夢比現實更加美好，所以你不想醒。其實你依然不想忘記欣欣，是不是？不是啊，我知道她是幻覺來的，我很想忘記她的。意識上是，但是潛意識不是。我是問你的心。這份是你寫給她的功課，你真的寫得很投入。我看的時候甚至乎以為是現實世界發生過的事。但是今天你要承認這些全部都是幻覺，是假的。做一個儀式，撕爛它，丟了它，然後在現實世界找真正的愛情。你剛才太主導，太進取了，你好像逼個 client 要忘記他和幻覺的經歷一樣。其實我們主要的責任呢，就是幫個 client 看清楚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 push 他應該怎樣做。在現實生活裡面他都未找到愛，你要硬拎走他對於幻覺的依賴，好危險。 Sorry， 我心急了。你應該看得出他對你有 transference 的傾向。他將情感投射落我度，我不是太確定。Transference 是很普遍的，如果處理得好，還可以成為你 case study 的一部分。不過就要很小心，千萬不要有 counter transference， 不要對他有錯誤的情感投射。總體來說是不錯的，做輔導是要靠經驗的累積。俾心機，多謝多他風。呢度就係欣欣第一次錫你嘅地方啊！做咩啊？你先至係真。
你帮咗我好多，我好多谢你。我哋可以做朋友噶。如果令你误会，唔好意思啊。你唔应承同阿祖食饭，佢喺度缠住你。我唔应承同佢食饭。唔系咩？得啦，总之我识应付啦。我想揾个藉口同德德峰讲，提早完同你嘅辅导，试下揾个第二个 case。我而家同你嘅关系根本就辅导唔得咯。唔好，仲有两次啫嘛，你挨埋佢啦。完咗个辅导，写埋篇论文，冇人再理我哋噶啦。阿蓝，真系你啊，阿蓝，唔认得王 uncle 啦 ，uncle 王，你 boyfriend， 你妈咪最近点啊？明白，呢个我 name card， 有咩需要就揾 uncle 啦 ，uncle 都好想得闲同你聚下旧。你唔使拖啦，陣自己嚟啦。嚟，幫你換咗衫先。自己嚟得啦。你唔舒服啊，幫你。都話唔使啦。Sorry 啊，我只是想帮你换了些污糟衫而已。你是不是后悔跟我一起？不要紧的，我明白的。你那么好，又怎会……不是你的问题啊。你好好啊。有问题那个是我啊。咩事啫？如果你知道真正嘅我系点，你唔会想同我一齐噶。我有病你都唔介意啦，你有啲乜嘢我会接受唔到啊？啊？究竟咩事啫？我同个好多好多好多嘅男人一齐噶。我知道你拍过好多次拖，我知噶，过咗去噶啦，我唔介意的。你唔会唔介意噶？头先嗰个系我妈咪以前男朋友，我好细个就同佢上过床噶啦。为咗好处，我同边个男人都得啊！你明唔明啊？冇人逼我噶。是我自己拿来的，我自愿的，好 cheap 的。
自愿的，是那个衰人搞你，是不是？你不是我，你不会清楚得过我。我真的这么贱的，我以为我可以跟我妈咪不同，但我做不到啊，不得的，不得的。你我点啊！我叫你走，你做乜唔走啊？我谂咗成晚噶啦，我真系唔介意噶。不想再喊了，真的好痛。我未试过。眯埋眼，瞓喺度。其实咧，我有睇日本嗰啲噶，我识噶。你唔好再人流笑啊！唔系，我讲真噶。
咪太紧张啊？唔知系咪啲药咧 ？Sorry 啊。你食吗？笑咩啊？冇嘢。快啲讲啦！做乜帮我着衫啊？惊你冻亲我。行快两步，翻餐厅先。嗯，阵间见啊。Doctor 峰，你听我解释啊！你想点样解释？我分得好清楚，唔会影响我同佢嘅辅导，对篇论文都冇影响噶。你收声！好对唔住阿 Jo， 嗱，有关呢个研究嘅一切辅导都要即刻暂停。你俾日时间我，我会向总会交代。嗱，希望你可以暂时保守呢个秘密。我都同意，最重要嘅系即时保我哋嘅组员。跟我过嚟听两句，好。跟我过嚟先，听两句。过嚟，听我讲，过嚟听两句。嗱，我哋发现咗叶小姐喺你哋辅导嘅期间，对你有啲唔恰当嘅行为，我哋决定咗终止辅导。
有啲乜嘢唔恰当啊？放心，我哋知道唔关你事，我哋会全力保护你，唔俾人伤害你。你咁叫保护我咩？你追唔到叶林，你就报仇。你系唔系男人嚟噶？啊！有人 send 条片俾我听，我系咪可以唔处理？死咗咁耐，我系咪啲咁嘅人？你话阿乐，系我做主动，唔关叶林事噶。阿乐，仲记唔记得我系叶林个老师？我知道你都好想保护佢，系咪？佢系我最好个学生，我心仲紧张过你。你可能唔明白，辅导员同 client 之间唔可以有关系嘅，所以呢件事一定要处理。阿祖，我带叶林离开先，你睇下使唔使揾多个人，最紧要稳定阿乐嘅情绪。老师，你信我，他真的没有伤害我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帮叶楠。不过你都要答应我，在这个阶段你们不要再接触，你都想他好的，是吧？恩盛会要我哋开除你嘅学籍，点收科？对唔住，我哋而家要你承诺，唔可以再接触恩盛会嘅 client， 包括李志乐，睇下有冇得掹。你哋可以罚我，但我已经唔系佢辅导员，点解唔可以接触啊？究竟守则重要定系 client 重要？我真系帮到佢，你都见到噶。我冇话你帮唔到佢。守则的目的是什么？保护 client， 同时保护 CP。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社会才信任我们。你为什么做心理学？你不是说一定要做 CP 的？我真系中意佢，我唔会离开佢。同精神病人喺埋一齐，唔系一件简单嘅事。叶楠，男女关系一向都系你嘅弱点。趁而家感情未深，好好离开佢，先至系负责任嘅做法。
搵到本日记添。咩日记啊？头先你话想睇啊嘛。点解走啊？你唔好离开我。你知唔知我系边个？你唔系欣欣，你系叶兰。你是不是只是利用我来写论文？原来真是。开头是。但后来不是啦。我不同了你知道的。那你答应我，以后都不要离开我。阿乐，你喜欢的是叶兰，不是我，是不是？为什么你明知道他这么多男人，你还喜欢他？我对你才是真的，他是假的。我不是想这样对你的，我就是知道你会不舍得他。不是啊，我都很想相信你。他是假的。他不是真心爱你，他最后都会抌低你的。你根本不爱我，你最好都会离开我的，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啊，我不是不爱你啊。他骗你的，你有精神病，他怎么会喜欢你？几多男人正在跟他上床，他做什么要你啊？你跟过很多男人上床，你好糟啊。
佢又想呃你啦？唔系啊，佢唔系想呃我噶，佢冇。就算佢污糟，我都爱佢噶。你有咩资格爱佢啊？你是不是听到有人跟你说什么？是不是欣欣啊？她不是真的，她不是真的。我不是真的，我不是真的，你才可以永远拥有我。证明给我看，你爱的是我，好吗？李志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望着我。李志乐，你听我说。李志乐，你听我讲，你望住我，你望住我，李志乐，你望住我，你听我讲，呢度只有我叶楠同你两个人咋？你有冇听佢讲？你冇听佢讲？你冇听佢讲？你冇听佢讲啊！李志乐，我嚟我为你做咗好多嘢，我知啊，我系假嘅，今日点啊？我唔系你用你，你而家只系病发紧嘅啫。根本冇欣欣呢个人啊！根本冇欣欣呢个人，听声音都系假嘅。根本冇欣欣呢个人啊！走死啦！走死啦！走死！走死！走死！你中意我，我想你好爱我。无论你是哪个都一样，你们最后都会不要我。
我想听你讲啊。今次嘅事件非常影响公众对本学系以至整个香港临床心理学专业嘅信心。我哋必须作出有足够警戒同阻吓性嘅惩罚。所以我哋决定即时终止你嘅学籍。但系鉴于你对自己所犯嘅错误表现出深切懊悔，若果你愿意作出以下几点承诺，本学系日后可以考虑俾你重新报读课程。你是否承诺日后会严格遵守专业守则？我承诺。你是否承诺若非得到恩善会批准，不再踏足恩善会爱心服务处，以免里面的康复者产生负面情绪？是，我承诺。你是否承诺以后在公众场合或者私底下不会再接触或者骚扰受害人李志乐先生？叶南，你是否承诺以后不会再接触或者骚扰受害人李志乐先生？好多谢大家俾个机会我。呢段时间我都反省咗好多。原来有啲嘢真係要失去咗先至会明白佢对你几咁重要。我真係好希望可以成为临床心理学家，做到一个专业嘅心理辅导员。但是对不起，我做不到。做乜出咗院返返工都唔同我讲啊？保姆处话你唔再见我，佢哋先唔追究你走啦。我已经决定咗唔会再读，唔做 CP 啦。我哋可以喺返埋一齐啦。小姐，我哋已经闩咗门噶啦。识噶。医生说我可能要吃药吃成世的。你见过我病发的了，我不知道我几时会再翻发的。我知道，但我都想得很清楚，我不介意。我爱你，你都爱我，是不是？叶林，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很多谢你。但我想我们的梦是时候要醒了，对不起。
阿朗，